这个所在我参加迄个民族二等兵来，我有第二摆来啊吼。啊，今仔可能落雨，啊，佫上班，外口较积车，啊，无紧，我先拉起讲吼。啊，确定啊，讲好运气较旺的，啊，再来请咱刘副总统来讲吼。大家拢知影，今仔日咱主要迄、那个康义慈先生咧办这个刘副总统的演讲主题啦，叫做台湾中立国，哦，台湾中立国，哦。刘副总统咧，伫已经下令副总统嘛，八年的时间啦，对个八年的时间，照理讲应该是收啦，是人伊也无撇辛苦，用头壳。用体力四界奔波，啊！今仔提出这个建立台湾中立国这个永久的这个蓝图咧，老实讲，这个宽度来看台湾咧，我感觉今仔日蔡英文总统应该爱来参加这个，爱收来听，按照来计划台湾的未来，因为这是一个台湾的应应该爱有的高度来。如果今仔台湾的领导人，那是敢若应付目前的，今仔日来哦，永远搞不完的琐事，那是敢若应付的，老实讲，一个什么有什么真轻的政治作用，甲地位的人就看到处理啊。但是呢，看台湾的未来的，这就是真需要过去的经验，对国际了解。以及对人类地球将来的一个眺望，当然啦，详细李副总统要讲的，确定啊，伊家己讲都正清楚，无必要我来啊加减啊啰嗦些吼。但是我是安尼感觉吼，李副总统讲了，我才插话啊，但是即马倒头病，阿伯啊，走李副总统来甲我批评，还是来甲我指导吼？啊，当然。做一个国家，台湾啊，是真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蓝图。咱今仔日讲哇，独立咯，爱建国咯，爱创爱咯，哇，什么口号无所不至。但是，这拢是一个无止境的途中的一个坎坷的路往里面。打扮的，咱一代做未到，咱的后一代、后一代绝对有一代做会到。台湾是一个正常的国家，但是迄个时阵，敢就是已经天下太人类无咧，永远无终点。福克亚马上伊讲，以下就讲历史的终结，甲最后的这个主题，我就插回下去。什么叫做最后的终结？伊就是认为讲，家咧，咱一定要有一个长远。囝甲查某囝做伴，吼，即个支持我，迄、那个支持啥？国家建构啥？每一个国家闹纠纷的时阵，一定要揪啊，迄、那个揪，迄、那个抓你。咱即摆看伫朝鲜半岛发生的代志，美国揪日本、韩国，煞都想要揪澳大利亚，想要揪菲律宾，要搁揪印度。啊，中国咧，规定俄罗斯，大家拢互相的结友啦。所以人类的纠纷呢，是永远袂停止的。全世界200多个国家，每一个国家拢无法度避免战争的胜利。只有干那甲即阵历史安尼来看，伫大大战中间的会当变胜利战争的人，只要看阿拉斯。所以刘总统提出的对台湾的长远的蓝图，这款的理想。我是感觉是一个真，咱的反动有历史的反动，对未来的挑战。我感觉咧，咱大家平常甲当作，咱任何一个台湾人咧，更加强烈的一个提倡者，杨明教授，一定讲哦，台湾来要发展的，一定爱先建立台湾共和国。伊最近有写一本册，叫做《中华民国记》，我实在稍微拍摄一下《中华民国记》。就是讲哦，中华民国嘛，即摆爱甲拜拜啦，啥物爱拜拜，都差不多啊，应该倒去困啊。到时候伊这本册会参册会，我嘛去甲导演讲。我讲哦，有影，中华民国不但爱甲拜拜，
州政界伫个台湾咧，国民党伫个台湾吞打即几落十年啦。老实讲，咱台湾人度量真宽，不但甲拜拜，搁再买机票，甲送转去中国大陆。啊，大家感觉什么款？啊，伊是转去做中华民国，我相信全台拢十三四个人民嘛真欢迎啦，总比共产党聪明他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台湾人嘛真爽啊！中华民国回归大陆，啊，咱台湾就敲锣打鼓，咱承认咱家己台湾共和国，来向中华民国永远的中华民国发展。所以我感觉袁教授甲李副总统咧，这因个人的代表意义真大。因两个透过因两个在理想努力的拍拼会结合的，我相信这个两万的一个拿头咧。才有时间的一天，那无嘞，今仔阿强啊，你讲你无要伊个中国，伊就伊要甲你喊，刷落嘞，刷伊文我甲预告啦，伊若做总统了吼，我预告差不多半年断交一个啦，我嘛这可能无法度避免，中国昨昏就已经下马威啊，对不？断交一个反正到尾啊吼，大家赶紧反正一个你一个也无一定啦，可能两年都砍掉啦，二十几个人。咱大家拢爱做新兵的准备，吼、哦。所以中国对台湾主权的这款的霸权心态，是无可能改善的。但是看到杨兵，我就知影讲啊，有一个方法。因为今仔全中国的人民呢，都对共产党这款的统治非常的不满。因的不满，咱台湾人尚未当体会。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人民比咱台湾人，搁较会当体会共产党统治下骹的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去蒋介石都是贪求今仔日共产党去统治中国大陆人民啦，你甲咱统治，啊，咱就痛苦，咱吃痛苦，对无？咱痛苦今仔日才掏一口气呢。所以，十三四个人因心中的痛苦，咱台湾人体会着。咱希望袁隆平教授，不但是跟咱一个教授，伊会当做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鼓手。希望伊会当结合所有中国的海外，也是中国的国内，的中国的十三四个人，大家共同看推翻专制，推翻集权。如何参照咱台湾人，甲咱的先辈过去这几多十年来推翻蒋介石、蒋经国？伊就国民党无合理个话，通敌即款个，所以我是感觉啦，透过袁隆平教授个努力，加李副总统以高瞻远瞩即款个有领导力个即个角度，因来结合，大家互相来拍拼，大家来加支持，安尼咱个后一代可能有法度享受到永远个中华民国即款个福